阿成，前面有个卖烧饼的，咱们去买一点。阿姨，这烧饼怎么卖呀？5块钱6个。妈，多么小伙子，你怎么能乱叫呢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是头一次见像你这样掏金物讲价的，以后啊，别乱叫了，给你便宜点行了啊。妈，您就别演了。儿子。 快追呀！妈，现在天越来越热了，你看你背都湿透了。妈，对不起你，妈给你丢人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他没有我，他可以过得更好。我要是没有你了，我就没有家了。妈，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就一样都买了点儿。 妈，您年龄这么大，本该在家好好享清福，反而还出来摆摊赚钱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孩子减轻负担，这没什么好丢人的，反而是我的榜样。阿成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，以后呀，我会和阿成一起更加努力赚钱，不再会让您受苦了。哎。